当地时间2019年1月1日凌晨，一年一度的香港跨年烟花汇演准时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，绚丽的场景为新年打响了头炮。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当天的烟花汇演共吸引了超过30万人次到场观看。当天的跨年演出虽然在零点才进入高潮，但是提前预热的节目也十分精彩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汇聚在维港两岸，共同为新年倒数计时。而在观赏最佳地段香港文化中心、中西区、海滨长廊等地，不少游客更是提前7-8个小时到场排队抢占有利地形。我是从深圳过来香港，然后专门来看这个烟花跨年的。从潮汕专门过来的，大概是5点钟到这里。新年快乐！绚丽多彩的烟花音乐汇演在几十万人的同声倒数中在维港上空绽放。主办的香港旅游发展局首次引入了意大利的获奖烟花，其图案特点犹如万花筒般变化，搭配不同的颜色令效果更缤纷夺目。汇演的尾段在1分钟内展现了45种图案变化，给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观赏体验。此次的烟花汇演共计耗资超1000万港币，营造了一幅1100米宽、300米高的烟花墙，全部时长共计10分钟。这是香港连续第12年举行跨年烟花汇演，已成为香港旅游标志性活动之一。